嗨，嗨，对，俊宇你好，就是想说的，就是我去年来看了你们的新加坡演唱会。谢谢。然后其实我参加了好几次签售，但是去年新加坡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们本人，我就觉得真的很棒。然后就是，我前几天还去吃了那个新加坡料理。对，我也吃了，我就吃了他们的面条。然后我也得到了就是VIP票嘛，然后就看了你们 sound check 也看了。然后就为了 soundtrack，我做了一个应援扇。谢谢，so hard，OK，谢谢谢谢。对，然后就在 soundtrack 的时候就举了这个应援扇嘛，然后你就在舞台上走来走去，大概走了三圈，然后每次到我这边来，你就会对着我笑，然后很开心。嗯，很开心能够看到你本人，就觉得你。本人更帅，就有立体感了。谢谢。然后嗯。但其实我也是，就是比起视频的话，就是线下会更有意思，而且怎么说呢，更就是对于我来说更有意义一点。所以就我也经常直播的时候会说我希望去更多的地方呢。就是在大家就不是通过视频，而是眼前把我们的舞台带给大家，那样子跟大家见面的话，震撼感大一些。我也觉得。然后，这次因为我还要就工作请假，然后买机票，然后订酒店什么的。我希望下次你能够在中国或者在澳洲也可以开演唱会。就会有机会的，肯定会有机会。对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身体健康。好的，你也是。